这个对项家来说非常重要的老人叫范增，他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就已经70岁了。史记记载，这位老人家平常应该没有什么公职，叫素居家，居家老人嘛，好奇技，特别擅长出奇谋画策。这个老人主动去游说项梁，说陈胜败故当，说陈胜的失败是必然的。那陈胜必然是失败的，他失败了之后，谁来扛起反秦的大旗呢？范增接下来说一段话，说秦灭六国，楚罪无罪，里面就含着应该由楚人扛起这面大旗。为什么说楚罪无罪呢？因为楚怀王曾经到秦国去出使，去访问秦国，没想到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没有回到故国，就死在访秦的过程当中了。因此楚国人就特别怀念楚怀王，特别恨秦。另外呢，秦把楚灭掉之后，有个楚南公曾经说过一段话，叫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有人说这个楚南公就是项家的前面的祖先，叫项燕的。还有人说呢，未必是项燕，就是楚国的一个老人家叫楚南公，他姓甚名谁不知道了。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，这句话留下的是楚人灭秦的一个决心。这个三户有两种解释，有的说是楚国就剩下三户人家了，那最后灭掉秦的也会是楚人。还有人说呢，三户是一个小的地方，一个小村落的名称，叫三户村，楚国就是剩下了一个小村子，最后也会把秦灭掉的。这句话不管怎么解释吧，都是表达了楚对秦的恨，楚灭秦的决心。然后范增说，现在陈胜呢，首先把反秦这个大事做起来了，但是呢，陈胜有一件事情，他没把楚的后代立为王，而把自己立为王了，那他的力量就不会太长。现在呢，项梁您从江东这个地方起事了，那你不能学陈胜了，要不然也长久不了啊。您是名门望族，因此呢，楚封武之将皆征府军，很多这个楚人呢都像这个飞起来的蜜蜂一样来向你集合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您是世世楚将，您项家呢一辈一辈的都是楚国的将军，是觉得呢您能立楚之后也，能把楚王的后代找出来继续把他立为楚王。相当于说范增是一个老人家，他想的战略规划是恢复到秦灭六国以前的版图，继续是分封制，各个封国还在。因此他的主要目标是复楚，这和项梁是一致的。因此项梁同意范增说的话，范增就成为项家身边的一位重要谋臣侧室，相当于刘邦身边的陈平、张良等人。于是到处去找这个楚怀王的后代呀，好不容易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，叫做辛的，只留下一个名叫辛，那算起来的话应该叫熊辛。这个楚怀王的孙子找到了，已经流落到民间了。到什么程度了呢？他的血缘来说是楚王的后代，但是他现实当中已经为人牧羊，给别人放羊了，把这么一个放羊娃找回来，重新立为楚王，而且呢王号仍然是楚怀王，就是呢希望呢调动民心，调动民力，把那个陈婴封为上柱国。哎，项梁不是上柱国吗？项梁拥立楚王有功，
自号为武信君，由上柱国变成武信君，并且把都城定为盱眙。过了几个月，复楚这个目标实现了，接下来就是灭秦呢。因此项梁带着大军去打这个秦军，当时秦军的主力正在山东一带，正在齐这个地方发生战事。齐呢，齐王田丹等人被章邯大军围住，因此向项梁求救，项梁就派兵去攻打刚府这个地方，和齐的田荣还有楚的司马龙驹几支军队把齐的兵困啊解救了。没想到呢，齐的内部发生了很多矛盾。这个田荣战胜回到齐地之后，把齐的另外一个王叫做田甲的撵走了，田甲手下有一个国相叫田角的也逃跑了。这个田甲逃到了项梁这儿，田角呢逃到了赵国，还有一个叫田坚的是武将，也逃到赵那个地方不敢回来了。这个田荣就把田丹的儿子田福立为齐王。这时候项梁继续追击秦军，几次派使者呢到齐国来，希望田荣出兵合兵一处去灭掉秦军。但是田荣开出了一个条件，你楚这个大军必须把你收留那个田甲杀掉，赵这个地方呢必须把田角和田坚杀掉，那我田荣就发兵。我们读项羽本纪读到这儿，怎么出现了老田家一大堆事儿呢？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主题，那就是项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。田荣提出一个条件是，你必须把你收留的那个原来的齐王田甲杀掉，我就派兵和你合兵一处去灭秦。项梁的回复是，田甲是与国之王，那是有封国的王，穷来从我。穷在古代是指没有出路，贫在古代是指没有钱财。穷来从我，说这个田甲呀没有了出路，来找我，来依靠我了，我不忍杀之。注意这一段当中又出现了一个关键词，叫忍，叫不忍。不忍是有人心，不忍杀之证明这个项梁啊有人心，他在这个局势面前不拿田甲做利益上的交换。那个赵呢也不杀田角和田坚，这样的话齐就不发兵来帮助楚，项梁就得靠自己打呀。项梁就派那个刘邦和项羽一起去打城阳那个地方，在勇猛攻击之下吧，把秦军打败了。这段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项梁身上有一个可贵的品格，叫做不忍，在紧张的局势面前不会牺牲别人去维护自己的利益，不会拿别人去做政治上的交易。这是项梁作为世世楚将，作为名门望族身上的一个可贵品格，这是大家向他依靠，向他集中来拥戴他的一个重要的内力所在，他具有吸引力啊。司马迁为什么把这一段写进来？项羽本纪要写得失成败吗？项羽后来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项羽可是忍心的。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范增，总是给项家出很多正确的主意和道路，指出很多正确的道路。
出了很多正确的谋划。项梁在的时候大多都听，到项羽的时候，项羽大多刚愎自用，不听这个老爷子的。后来到什么程度呢？范增很生气，打算离职回老家。说起来是气话，但是没想到呢，项羽竟然批准了。因此范增在回老家的路上气很不平，叫做居发背而死，背上长了一个大脓疮，老爷子死在半道上，发背疮而死。你看这个项梁就具有不忍之心，就具有人心。他对待齐王田甲不是拿他来做政治交易，他身上具有世事楚将名门望族身上可贵的品格，这是他能够吸引各路力量的一个重要的内力所在。可是到了项羽，他对待范增是最后弃而不用，驱逐他；对待楚怀王是架空他，杀掉他。项羽身上就忍心能够下很多手，忍和不忍是司马迁这一段要讲的一个重要的道理。接下来司马迁又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们看下一段。